圣诞节一到 ，Steam 又来洗劫大家的钱包君啦，实在是太可怕了。因为随便一款游戏都25折的，是想要便宜死谁啊？根本就比女生的周年庆还可怕嘛！啊，什么？你说还有每日 special 跟限时特价？我的天哪！希望大家在1月3号之前，你们的钱包君都还健在哦。抢劫啊 ！Steam 又要来洗劫各位玩家们的荷包喽！从12月19日到1月3日 ，Steam 欢庆圣诞节，总共超过2000款游戏正在特价中，而每天也会出现最大惊喜的特惠内容，让玩家们每天都会忍不住上 Steam 看一下有哪些便宜可以捡。限时特价更不用说，每8小时就更新清单，不停的关注绝对会让你买到手软。另外，每天也会提供3款游戏让玩家们投票，投出最想要的特惠游戏，最大赢家就会成为下一个大特价的游戏哦，让许多玩家真正想要玩到的游戏变便宜，全世界玩家都陷入一阵疯狂之中。玩家们还在等什么呢？赶快打开你的 Steam 上线血拼一下吧！